看的条件是什么？就是大一点吧。那大到什么样的程度呢？接受？就是看着就知道很大。你不要再讲这个，他一直在推我，你知道吗？民事调查局，那我们是民民调，欢迎收看民事调查局。今天的题目是大学生交往的必备，高中生交往的必备条件是什么呢？好，现在有谁想先上来回答了？感觉你很嗨，脱序的行为先克制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尽力。OK， 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交另外一半的条件是什么？只要你就可以。不知道。我有投公投，但是我是不出柜的，好不好？我就是对。我比较接受那种。卖家 gay 哦，其实我是腿控这样。腿控，比如说谁的？像是啊，谁的吗？可以不要。如果从班上挑一个出来，你觉得谁的腿是你觉得 OK 的？这样好吗？你就挑吧。好，没有。中间吗？好，中间，没事。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他才会伤害你。好，另外一半的条件是什么？就是大一点吧。告诉我怎么样？什么大一点？年纪啦。好了，年纪啊！哇，好烦的人哦。你喜欢哥哥就对了。那大到什么样的程度呢？接受。看了就知道很大，看了就知道很大。你不要再讲这个，他一直在推我，你知道吗？的话了，看起来年纪就很大，就是看起来成熟，是心智上的成熟啊，心智上的成熟，散发出一种魅力。你希望被照顾就对了。你喜欢看起来比较成熟稳重的男生？对。某种程度来说，我跟他从小就像兄弟。大哥，请问一下，你那个交女朋友的条件是什么？就可爱，可爱，一定要的，一定要的。好，请问一下，你单身吗？没有。回去，回去。好，没有，开玩笑啦。还是能讲一下现在男朋友的近况吗？我想问你，你挑现任男朋友，你挑他的条件是什么？好相处，长得好看，多才多艺。你喜欢比较闪亮的。对，觉得你现在单身吗？对，是。你理想型是怎么样？我见过吗？心智成熟，还有呢？性感。告诉我什么性感？身材性感就性感，一定要性感，一定要你要性感的好不好？必须的，你帮我对镜头说一个耍帅，一定要性感。一定要性感，好不好？性感的找他 ，OK。有没有更劲爆的？你想回答是不是？那你出来，来，那你出来，那你出来。来，你们俩是第一次同框吗？好，我想说真的是郎才女貌。你喜欢他的理由是什么？笑很。他跳舞实在太骚了！他跳舞实在太骚了！
骚，这是这个男生的回答。为什么喜欢他？没事没事。再会啦，心爱的无缘的人，那无爱石头嘛无彩钢。你喜欢他的理由是什么？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原因，就是全部都喜欢，就是全部都喜欢，就是全部都喜欢。